星定位追踪系统操作演示，目前仅支持部分国家，可以点击这里选择国家。我们现在输入要定位的手机号进行基站定位，基站定位是目前最精确最适合我们使用的手机定位方式。点击开始基站定位，等待软件获取数据即可。一般只要手机开机均可获取位置，部分品牌手机即使关机也可获取，包括苹果、华为等。正常情况下一分钟内即可返回位置，稍作等待即可。位置已经获取到了，我们可以在地图上查看，放大看一下。如图所示，这就是手机目前所在位置，非常准确。软件下载地址请看视频简介。